插进去，插进去就稳了。会这样弯啊，所以会用脚在垫啊。我是没有想的，我就是直觉。我也没有想啊，直觉。跟着。哈哈。别讲讲讲。十三。是我的吧？我就嗯。谢谢。谢谢。这段上坡真要命，还好。暖了以后再出来，觉得超冷的。我还好，我这一件真的很厉害。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加装肩的关系。开始把我的 police 本叫板。平常是不是要？那像今天也是超冷，也是多穿了一件。我是有冻僵的感觉。手还好。跳一下那个姐姐，他也跳了一下。这个人为什么选定戴头上戴在眼睛上？因为我觉得现在没有太阳。其实我觉得是寒风刺骨的问题，不是太阳不太阳、啊。搞不好他觉得太热。嗯。你看，像我就是挂着缆车重的时候，觉得膝盖。很怪，既然是三三就是旧伤，那你那里有什么旧伤？
上次的啊，只是上次、啊、上次两脚两脚都很痛。嗯，不要讲，虽然一脚哎会不会有问题，但是右脚当时也很痛。嗯，然后你说酸是哪一只脚？对啊，两边下都酸。嗯。这样我的脚跟就比较不紧了。嗯。上下线都弹性一下，多少没办法。你要把它拆掉吗？不要，我刚这样 OK。不然有个办法。我其实不会紧掉。我是觉得有点紧，我想要靠拉到一个位置，拉回上线。那我跟你说，你可以就是跳着把它剪掉，嗯、就说隔五公分剪掉过缝的东西。我的重点是不要让那个误边。我大概前，我觉得你那个前后各剪一个就好。问题是剪开来的地方不就会裂开了？还好，就有别的地方撑着。我、哦、妈，好冷，手也在冷哎。刚刚不觉得手冷，现在觉得手好冷。不是，你现在环套在你的手套上。我知道，然后它卡很紧，就觉得、奇怪，为什么不是套在手上，只拿手套呢？放放被卡这个。动一动，快到了。结果为了怕中间要换记忆卡麻烦，我就一直用 GoPro 录。因为新的那个啊，我不要开流量比较大，大概一两个小时就要换一张卡。对啊。然后我现在胆小，一张卡都没换，中午来换。我朋友圈还有在录吗？有。嗯，高货可以录到四个小时。好，升起来了。嗯。对，
压更多。啊，你先啊，我只是调好位置而已。还好，但是就是身体不知道在搞什么鬼，会紧张啊。对，就是你身体现在抱的时候，你还是很厉害的，你还是可以这样子压。我的问题在哪？我上半身很怪，对，是不是？上半身会往内转。往内转。对。就是我自以为要把它扭它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会想要去扭它。那我上半身永远朝山下才比较对，是不是？对。好。或者是说努力。把外面的肩膀放下去。嗯。你再来试试看哦。好，转的时候呢，可以把你外面的肩膀微微的垂下去，对吗？弯的外面那边微微的垂下去，嗯 ，OK 吗？好，你们两个都试一下，对。然后你的话，平常弯都好，但是你在最后想要停下来的那个弯就会这样，先扭下来，好好。好，我们等下下去，我们来右边这个缆车，这个缆车，那有遮罩就不会冷。是吗？头好冷，头顶。
这个棒棒。上次他坐公车就拿着棒棒骑，然后也被我一路骂到山顶，因为戳到我膝盖，我快气死了。啊，我这头好冷哦。他现在变额头那里了。你的安全帽跟你的雪地不合。刚刚不会，第一次不会。弹完那个以后变头。你后面那个转轴有没有转一转？跟那没有关系啊。我是说转一转，看能不能让安全帽前面压下来一点。那不是，那转不是在转这件事啊。应该说刚刚桥轮燕照桥好了以后，现在变成上面是空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嘴巴超湿的。对啊，因为你们安全帽都跟雪镜没有到很。是我里面那件。待会再瞧一次，下午再瞧一次帽子。它里面跟发丝光年一样配色。你要戴安全帽都从前，因为你是里面那是头套嘛，所以从前面往后再把头压下去。好。啊、你现在转弯两个人都一样，就是会，身体有点比较 over 的过弯。对，没有，我在提醒。有肩膀垂下来，但是你是会往前推出去的那种感觉。就是我现在转这个弯，哦，垂下来，但是你把肩膀也推。那我也是哎、欸，还是没有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把这样全是垂下来之后，贴着这个身体，贴着这个脚，不要往前。对，你的手，你的两只，你的雪杖的两只手可以，因为你现在是一推下来之后，你会这样，所以你的身体往后面来。等一下，把你的手。一样放在前面，就直的就对了。对，它只是稍微，我只往右偏而已。对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对，一点把它往下来，然后你这只手还在前面。好，然后不要让它跑掉，跑掉的话，你肩膀就跑掉了。好。我觉得上次滑最可怕的摔倒，最可怕的是用脚太用力，然后对着山。哦，然后一路往下滚，然后就觉得你就滚吗？不是滑下去而已吗？就滑下去而已，就这样哇，然后停不下来，然后就觉得是最可怕的。不会啊，脚开开的，脚打一样打开就到滑就下车啦。这样没有，你要变成这样、啊。我知道，在那个时候很紧急，但是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就哇，脚要炸开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人自然就站起来，他就开这样。我同事说鹿岛强在大，不是白鸟在大雪。对啊，现在在暴风雪，冷的。他们那边天天在暴风雪，因为他后来那个暴风雪往南跑，所以不是我们这里。跑到城里，对啊。对啊，那边很可怜的。现在在暴风雪，好久也不能滑哦。能见度太低耶。有看，对啊，有时候能见度太低的话是可以滑，但是就你会滑得很心慌。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。对，就是会。他说：“天哪，我怎么都看不到那种感觉。啊”那你们就在这里面滑吗？啊？你们滑是滑这种吗？对、真的、哦。那会是障碍物哎、障碍物是障碍菜吧？太密了，树太多了。这边有点密。我要另外一个山头。纽西兰、啊、我昨天晚上就说，纽西兰最近玩如何？今年比较没有那么旺。等我们厉害一点，就来去纽西兰滑，再找你弟。厉害一点。不大行。因为我朋友住西雅图啊，就一直叫我们去美国。要去威斯康。我看影片就是看到这个。就一路往下，哪一个？就这个绿啊，联络道哦，就只能缓缓的下来。对啊，因为也不能做什么。对，对、啊，所以就很长，我都觉得上海很讨厌。那不然就我们全部就想说啊，不要滑那么长了，我们就滑旁边蓝线好了。但是就蓝线，终极这边终极是蓝线，什么是蓝线？但是也好像不行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下来之后，我右转边，右转边，对啊，就是要走右边。
就用走的。先动盒子，你觉得你可以用哪台？先动动再装盒子。不是啊，装盒子我就不能插电啊，今天不一定要插电路啊。我可以用，现在这样子状况根本就可以用。我只是说我怕路满才没拿起来用而已。下午来弄。一样啊。好，联络大。从那里下去，我们不是从那里下去。哦，好风景。哦，有拍照。嘿呀。太阳。等风停下来，先插回去，先收起来，先收起来，我已经收好了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过去。对啊，好冰哦！我本来拍完了，想换环境，环境来不及，赶快收手机。反正也不知道里面是谁，全都戴着面罩。对呀、啊。谢谢。不用看了，哦，你要播、哦。
很陡的楼梯的话，所以我觉得好像我整个一起下去，看得出来吗？嗯。哦，所以我们在转弯的时候也一样，我们要靠这个弯，你先开始包式摆出来。就可以慢慢练了，抖抖抖。好，哈哈。下去的时候再蹲低一点，然后把你的右肩膀放下去多一点。好。就像上一次那个刚下缆车那种地方，嗯，就是很陡的地方。总之我们不怕是要点。比较不倒那一边。好。那你另外一只脚试着放松一点。好，现在蛮放松的。它渐渐的就会了啦，就放自然就可以了。脚很放松就不会了。那如果故意这样弯一点点可以吗？对，它可能是这样子的，但是我重心在外面，对不对？哦，不会是这样子。那如果故意这样弯一点点可以吗？可以，就是你刻意的去压这个，你的这个车腹肌这一块吧。我是觉得我这样子好像才比较放得过去一点。对，稍微收一下，把自己的放上去。
强迫自己往山下倒。对，强迫自己往山下倒，没错。所以每个弯下山下去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滑得很好啊，也轻松了。因为我在后面跟你，你的弧度很漂亮，也不用想太多了，你就想着这个安全的感觉就好了。试着侧起身，因为你也很轻松啊。强迫看山下，我也没练好，总之就要强迫自己。就是回去看高破，看自己做了什么。对啊，放松好像身体比较可以面山下。身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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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继续走，继续。
が何らかの理由で停止した場合、係員の指示があるまで安全な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下面你才挑得到比较不倒的地方。嗯，我都是这样，因为我看的那影片有说你要自己看路线啊。对啊。然后你选比较好滑一些些的角度。那整面感觉都是斜的、啊。没有，那你不是刚刚那波会有小起伏。骗我。大腿算是正常的。我又用错力了吗？现在是这里酸，但是不是膝盖酸？不是哦，而且不是小腿酸的。哦，不是小腿，不是小腿，那有进步。因为我知道我上次第一天就是半蹲、嗯，然后我就……但你现在没有蹲很多哎、欸。对啊，是。我觉得现在还好，我觉得现在姿势上来说，不应该不至于到马上就大腿很酸，一点点酸。对，一点点酸，我觉得是有可能的，因为很冷嘛，然后我们就一刚开始重新接触滑雪。对啊，我觉得一点点酸是有可能的，但我现在姿势上来说，我觉得你可以试着让你的腹肌、核心肌群有没有核心肌群？没有，是一块一块的。我没有腹肌。你知道我肩膀长了一颗脂肪瘤，我就说，但其实长在肚子上，你根本不会觉得它是什么，你就觉得它是一块肉。长在肩膀上有一颗、啊，真的、哦。哎呀，那脂肪瘤是也是要有时间把它去拿掉？没有，他说没有关系。不觉得怎样就不用动。4.5公分，有点大。啊，对啊，有点大哎、欸。对啊，但可是如果拍照就更麻烦，因为我爸之前也长在腰上。对，因为我爸之前长在腰上，然后后来他医生叫拿掉，然后后来拿掉之后呢？拿掉之后就是你知道，开刀本身就是一个元气大伤的东西。你连那么一个脂肪瘤这件事也是吗？对，我爸就觉得他体力什么的都变成了。是心理还是真的？就是真的也变，就是真的变成、就是。我就觉得身体要恢复吧、啊。没有，我之前被夹那一下子，我之前健检啊，然后。那个还好啦，不，那一阵子就自以为觉得肚子里怪怪的，我就会那样觉得啊，就觉得说那夹子应该还在夹的。也有说那种就是息肉什么切除，他也是叫你短时间内不要拿重物啊。有啊，那个是本来就要、啊、说不要出国，不要、哦、对，不要出力。对啊，对，短时间不能这样拿重物。有，你看我就这么，所以你看这一段，你看下半段多好啊，嗯、不会抖啊，对，不抖啊。他就是走最上面那条而已，他那边就把它切下来，就是过了一段、嗯。那边真的练，而且我这不是刚那个啊，是啊，就是这一条啊，不是我们刚走的哦，对啊，不是啊，就是我说刚刚那一个，我们在上面看你说很恐怖的，就是一个人穿穿鞋子，对啊，这就是那是这上半部啦、啊、他是说上半部，啊、就这一条、哦。那我们刚走的是哪边？我们刚下来穿过了、啊，我们是下半部这里啊，我们刚穿越啊，所以这是刚穿鞋那里。就是他们刚怎么坐在这个坡顶？我们是用，一个弯下来，他们是直下来。对啊。嗯，这我看不到下面的都很。对，我觉得降陡坡很好，会让缓一点的坡比较不紧张。对，真好。我要接受一点不同的挑战。对啊，跟你讲到那个，你看啊，你反直要下来的时候，你另外一只脚。其实你已经放松，你重心有过来，可是你另外一脚其实可以把它变平行，它就是碍事啊。没有，你把它收进来一点。碍事什么？就是这只会做到要做的事，这只跟不上。对，碍事，不是碍事，没有。夹妈就赢了的。我知道这种感觉。夹妈就是很邪魔。对，夹妈什么时候挡路？他的碍事，然后他换他的时候，他就是碍事。没有，就你要这样想，转出去，让它变平行。你这样，你再等一下我们去。所以你脚有用力吗？不用力。不用力，但是你把它 hold 出去。没有，就你这样想，就是说那一只脚松松的，没做事。啊、你把它对我来说，它就自动是、啊。对对对，你就想说，你不把它收回来的话，它会在后面拖，
不小心你踩到它的话，你会糟糕，所以你就会想说啊，把它弄回来，收进来一点点，免得它出去。这是要思考的，是吗？不用思考。但是我不思考，它就是挡在那边啊。我就觉得它，我就想想看，我们人自然而然是站直的，不是站内八吧？我其实站内八，平常是外八。外八那就更好啊，内八转出去哦。不是，但是滑雪的时候，因为要刹车，所以内八。所以你要把它综合一下。我平常是出去外八，对，那就把它出去外八。就是你看，站下来，你这一只脚就不要这样子把外八出去也没关系。转它。对，转一下让它出去。要转，要转，要思考。对，等一下我们那个头部上面的时候，它会比较习惯这个动作。不过像我们如果是八字的一脚比较累，但是如果让它平行的话，就会另外一脚轻微的就会扶不到，你会觉得痛。左边直接进步到蓝线了，就等于是都在练倒挂。这里来录下来就觉得对啊，
想办法蹲下面一点。好像都变成刹车。好。先坐下一下，一路下，快点，快点，一路下，你赶快下，不要在后面。先下脚。好了，来，你这到一二三下。好，再上脚。调它的角度。一二三，哎，后面没对到，后面。好。一二三，对，好。好。河流注意。左脚不自主抬起来没关系吧？
好啊，那我很好啊。是啊，对。后来我记得好像小弟想要挑战斜坡，然后大家说不要，我没有要挑战。其实你是问说要不要去那个小木屋，大家就说算了。对啊，那他们有去过，他们手工比较不怕。我们上次当过三分之二的雪道，他都带我们滑这个。你们一路滑坡，你们这一班是怎么回事？我一路摔到底啊。所以他们比较不怕，所以你们他们两个会比较慢一点点的，要担待一下这样。不会啊，慢慢来啊。啊？肚子饿了是不是？要几点？11:30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脚超酸的，这一趟真是想来的啊！不然这一趟就去吃东西。再一趟是不是？也可以。看他们，看他们。可以，一趟，再一趟轻松的。好啊。然后环山出来，然后走这一边。好啊。好。绿绿的好。要走这个山的，我脚好酸。好。把身体稍微抬起来，压肩肩的，好吗？好，对着外面，对着外面。好，对，然后另外一脚就让它平行。对，你这个重心很好啊，你就感觉它单手要拉直绳上。好，再感觉一下喽。好，走喽。先抖再缓，缓的时候就是练习的好时机。这样就慢了，往下放一点就更慢了。我刚刚突然发现，身体压下去速度更慢，反而更安心。
好好。啊？对啊。怎样？